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KPOP 爱豆们在出道前都要度过练习生时期，而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外，一般都会度过好几年的练习生时期。也因为仿佛是看不到未来一样，时间实在是太长，途中放弃的人也特别多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出道前练习生时期最长的爱豆们。
상관없어 지금 이 감정이 순간 like a